还好吗？我觉得，哎呦，真的蛮辣的。两个躲在这里，干嘛这样离我那么远？哇！老师已经访问他好了，已经访问他，我是大汉兄，已经访问他，我们已经穿着高跟鞋。如果脱掉我的楼梯的话，我应该只有到这里而已。你的时尚是你自己觉得哪里走远一点呢？干嘛走啊？就是这件礼服，就是它虽然是上面是黑的，可是上面还是有一点时尚的颜色，比较亮一点，不会看起来全身黑。对，然后呢，下面很紧，可以显露身材，然后上面有一点透明，一点点啊，没有看到什么啊。后面会比较明显哦。所以你自己里面再加一件一个小可爱。那如果你是比较有很漂亮的那。内衣也可以这样，对，你胆子比较大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买那种 V 的内衣，那穿起来也很好看。我有个问题，臀部怎么训练的那么翘？这个不要过来，这个天生的哦，天生走开。问题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不是说我代言过内衣吗？对呀，演我胸部的就他。原来你们两个是，你知道我拍完我的镜头之后，他来。全部的人都很高兴，因为我走了。好，假简单的路线的左右你，而且人来了哈，那个腿好，好讨厌哦，长那么高，对，而且还穿那么高，直接我没穿，不要笑嘛，不要怪，不要怪，不要一下，不要一下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行，好好看，而且你要知道他这件衣服是完完全是等于是没有穿，因为他等于是所有的身形都毕露，对，穿的没有，对，而且有几个东方人可以穿，而且他的胸部是真的，对，真的是真的。你知道林慧萍很好笑吗？怎么样？因为自从有一位整形医师来，哦，对，这样好了，整形医师来教他说，胸部呢，只要弄上去的时候，这里有两个圆圆的，就是假的，假的，他就常在我耳朵旁边说，我告诉你他是假的。真的，那要再过高一点，我才知道。要过高一点，我才知道这个痕迹。哦，你要把那个武功弄出来。真的。哎，我们两个干嘛都对啊？怎么站在这那么远呢？什么？淡如姐，你知道我要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非常的喜欢永宁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，私下你坦白跟我讲，她老公是不是假的？一直想说是还没结婚，一直想要有机会的。真的真的，老公是真的，还是自己？现在还好，很好。不过这真的是我自己买的，我真的自己买的，所以就是没结。不是有啦，不是没结。有啦，我也出一份心力，我也买。你可以回来。你回来我们就要跳下去了，是啊，回来，乖，你先下来，你要学会，不要，乖，你好。哇，镜头上比例那么，怎么了？不会，你现在穿起来，你现在要想象是美女，有自信，我没有在搞笑。